我觉得我们在 police 不懂还可以玩什么？真的不知道。你来什么玩幼稚园啊？我冇呢个。输的，输的，输的，输的。直头飞过嚟啊！都哇！玩完了你没？哇！你到边度啊？我哋揸咗几个钟？揸咗应该成三个钟几啦。我们差不多七点出门，到现在时间是12:30。还有两个小时十分钟才到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很耐哦，我哋揸，哇，真系犀利哦。冇，前提系你寻晚瞓几个钟。搞到来收拾东西啊，差不多2点睡觉。今天早上5点闹钟就开始响，他一响我就关，一响我就关，到5点半不能了，我觉得我一定要起来拍东西啊。去那时候挑水那家呢，大概差不多6点多 call 他了。call 了应该有20分钟，没有醒。冇啦，12分钟吧。啊，终于醒了，醒了就等他赶到来呢，差不多7:50左右，我们才出门。我们原本呢是 plan 差不多6点这样子他就出了，所以等下去到啊，预计他3点 start 啦。我觉得我们在 police 不懂还可以玩什么？真的不知道。Police, I love police. 气到的心碎啊！我们到了，我们到了，这是什么地方我都不知道，哎、我哋在做咩？我都忘记咗啦，真系，我揸到咁耐嘅车，我已经忘记咗我 plan 乜嘢。你啊，来什么玩幼稚园啊？哦，我记得了，等下你进去你就知道了。我还真的很好奇里面到底是什么啊 ？OK， 大家好，我们今天这个影片呢，其实是去不同的州或者是不同的地方去找一下到底那个地方呢有什么东西可以玩呢。我们这一次第一个地方就是来到了 Police 了，玻璃市。一路向北啊，惨了7-8个小时，差不多啊，上班就要拍这个。我才累啊，我驾车我踩油嘞，你累。我冇问咧，我问你，我咪换人揸你咯，唔使咁样。我系讲唔使啊。喂嘢啊，我死出嚟。我讲唔使，你都爱问多几次嘛，你冇嚟就系问一次嘅。唉，我错。是，来 police 咧，其实大希他是不懂我 plan 了什么东西的。对，真的，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来 police 吧，我活了31年了，第一次来。我也是第一次来 police。我怕个咧。看动物啊 ，Police Snake and Reptile Park。你玩蛇啊？今日我哋冇话睇啫嘛，唔使玩噶嘛，唔使捉佢噶嘛。冇可以真系身体嘅。吓，我唔爱啊。你唔爱你嚟做咩？就算我拿到那个蛇一整张，就算我包蛇一整张，体验呐、啊。我们今天来 Police 就是要体验这边的有什么东西玩啊，它的旅游景点啊，这样子的吗？买票。都啊，我咧 ，I'm looking at the other one。Dia mau main itu snake. Ada, betul boleh main. Bagi dia paling besar ya, sebab dia size pun besar mah. 成人10块，然后 senior 的老人家60岁以上5块，小孩子5块。你看10块钱，里面很多东西看看是 OK 的。你看极美啊！我跟你讲，这种地方哦，这有 police 有啊。我只是单单来这个门口，就哎呦，好奇里面是怎样啊？有好奇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我之前啊，我跟你去那个槟城啊那种啊，我 plan 几多东西，你懂吗？他不会珍惜的，你不同啊，你会珍惜啊。你看，哎，还有那个。还有那个 ostrich 啊 ，deer 啊，蛇，哇，这么多不同的蛇，咁多嘢嘅咩度？我 online 睇系得蛇啫，我谂住就系蛇啫。诶，即系如果入门票10块钱是很抵啦，还是好 OK， 入边会点样？我 expectation 而家好高。我咩都得，我爱睇你攞嗰条蛇啫。乜嘢？哦，就有蛇。进来就有蛇啊！呢个系咩？即系死咗个蛇啊？呢个 king cobra 嚟噶，即系嗰啲好毒嗰啲蛇嚟啊！毒嗰啲蛇。最毒的 King Cobra 吗？一定应该死咗之后，应该是死了过后才把，就是那叫什么放咗嗰啲唔会被腐烂啊。即系好似 Captain America 咁样啦。啊！你不如揾下有冇黑毒蛇咯？有黑毒蛇喺度。哇！第一次看蛇咁多蛋啊！啲系咩蛋啊？春袋？唔系，应该系佢仔女啊。哦。冇，你讲我抱蛇吗？我而家抱紧你啊！我哋唔系抱呢个嘅，我哋抱识喐嘅。蛇皮啊，喂，好贵噶，攞翻嚟啊！问题卖边仓唔落喂，几大条啊？这个蛇的皮，4个、5个，几啦边啊？几啦？你脚骨断了？
几多只啊喂？呢度应该有字啩？喺度食脚蛇买字啊？有咩字呢度？咁叫嘅咩？我唔识啊，咩试下。刚从那边过来，那边呢就是看那个四脚蛇啊，这边外面呢就大了。咁多蛇嘅咩？唔系，佢地方系好大啊，可是可以看的东西好像很少。我开始 feel 到十蚊都蛮贵咗。我们看了差不多四个这种大的 cage， 只有一个有蛇吧，其他的都是空的。蛇大家去重复一样啊，里面刚我们看到那个蛇，那边蛇又是一样的，它只是住不同的屋子吧。而且这边然后给我的感觉呢，它就是地上很肮脏啊，然后你看那些设备啊，都是好像很旧很旧这样子，可以 feel 到整个感觉哦，很随便的，我们去点讲啊。哎，找到了了，喂，找到了了。试下，你俾咗十蚊噶啦，已经都入咗嚟啦。如果不玩这个啦，进来哦，没有意思了的。只是看蛇的话不可以。没有这样啊，你试我试。可以，你拍我。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My hands shaking. 有咁惊咩？你试下攞跟住咯。Okay, time up, time up. 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 Yeah, one more, one more, one more. 我打冷震啊，你。哇，我冇。我老喂。啊，这个，这个。Oh my god. 哇，我天哪！哇，唔得啊，唔得啊！哇，我可以冇呢个。哇，你看那个人，哇。假的，这个真的，大佬。你好，很差。哎，上来刚玩到，估计在 Toys R Us 买翻嚟啦。试下到你啊。我你个啊，帮点 Nutriber 啊 ，Nutriber。OK 啊，哇 ，very nice。哇，这个 feel。Pegang, pegang 啊。打打打过了，打打打过了呀 ！Oh my god,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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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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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的！人家当玩具了。No, no, no！ 打打打过了，不是要pegang吗 ？OK， 你是点的？啊 ，very nice， 啊 ，very nice。OK。这个是你玩了过后呢，就好像乐卷这样子的啊！哇，不能了，那个刚丢了 ，Let's go！ 啊 ，boy 啊 ，boy 啊 ，my brother， 这个没死咗条咩？是，我们看一下那个鳄鱼，鳄鱼，那个可可大汉都有教过了，就是你看鳄鱼啊，跟它斗的时候，你要这样追过来。应该 detect 不到是我吧？哇！哇！好大条啊！哇！你看佢咬住乜？哇！不懂啊！佢应该系咬紧另外一个鳄鱼嘅尾。哇！老诶！我第一次这样靠近鳄鱼哦。哎呦，唔得啊！哇，唔得！睇到两眼都惊啊！呢个真系打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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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流血咧，流血咧，喂！佢流血咗，佢流血咗。看这个被咬的可怜哦。直头飞过嚟啊！都。哇！妈的，还要冲过来咬人呢！哇，冷呢，差一点我就回不到 KL 了。谁在那抖？值啊，值啊，十块钱值啊，可以啊，可以啊。哇，不知不觉我们又来到第二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这个地方呢是叫做 Tasik Melati Recreational Park，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来的。这边是好像那种 China 风那种，对不对？其实我不知道哦，这个地方哦也是其中一个我上网找嘞 ，Police 有什么地方玩啊要去的、啊，很多人推荐这边，我就来看一下喽。应该太晒了。玩什么？他推荐你来玩什么？钓鱼啊？我这样看下去应该是那种情侣啊，走那个桥啊，拍照拍照这样。我又不是你条女，那你没带米去来来怎么搞？我们要站在这边，要看到那 background， 然后好像情侣这样。真系冇嘢睇噶呢度。就这样啊，来晒太阳啊。哎，他这边 supposedly 应该有那种解说，就讲故事啊，讲这个地方的故事这样啊。给你偷马去。你都冇。我连喺度真系好
没有 maintenance 啊，没有 maintenance。你太过秋千自己动了，要疯了喽！再假做一下喽，是不是？我们从刚刚那地方来这边都用了一个18分钟了。不一样了，这个石头是别人做的山打下来的，那个石头不一样了。搬到来玻璃还是很久一下啦。有住，你没中过风啊？你中过风？没搞咩？真系嘅，你乜几有八折啊？乜仲系飞砖死飞难飞啊？唔系嘛？喺度紧噶，俾人哋知你几用心做你嘅 channel 啊！睇捻住啊，唔好跌落去啊！我拉唔到你上嚟噶。唉，哇，见到有八折啦！一定爱嘅，科技咁先进系咪？我哋再睇捻住啊！呢个做得死，企中间又唔系，又唔知，唉，唔捻知啦！哎呀，这个地方讲真的，应该只有住这边的人会来吧？游客是不会来这个地方。而且哦，你有发现到吗？我们从刚刚到现在这边啊，来的路上完全没有看到华人的。Basically 是讲从槟城过了过后，是完全没有看过一个华人。忘记跟你们讲，我这次我有带了一些礼物来送给这边的朋友的。送？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咯。这个人很多 pattern 啊，什么都不跟我讲啊，行程啊什么都不跟我讲。所以哦，今天这个任务应该比较难啊，要找到华人，因为只有华人认识我嘛。你们继续看 video 了。好了，现在我们到这个什么地方来了？瓜门人庄，瓜格拉还是山洞？点解我嚟？因为呢度，呢个系呢度其中一个我要嚟嘅地方。哇，可惜啊、哦，我们现在到这边5:07，5:30关。啊，刚才那个盖讲，你们是等个嘟嘟，可是要给我们进来，我们可以进来看一下咯。哇，里面哇，好人多人哦。我可以就好似上次我哋去爬嗰咩怪古巴路个山咁样啊！你睇系咪？我都讲啦，完全冇华人嘅，全部马来人嘅。而且我今天准备的礼物，真的是只能送给华人咧。我还有一个东西想问的，其实我们今天住宿 set 了吗？是还没有的，我是没有找地方住了。是啊。好，我们现在下去看一下这个瓜格拉。是，我们用我们这半个小时尽量哦去逛完它。OK， 快，我们去看 ，Let's go。Get out，OK， 你要嗨人。哇，有 barbecue， 哇，可以玩水，可以玩飞飞，看那个 Doraemon 很可怜，坐在那边不知道做什么。不用钱哦，马苏达跟那白呀，杨丹也跟那白呀，这里你唔可以问佢嘢哦。哇，可以哦这一招，所以这边进去里面是不用给钱的。哇 ，OK 哦这个地方，这个就像一点样啊，这个。哇，很暗了这边。其实我们很少会去这种山洞看的，还真的蛮有那种 view， 超好极啊！哇，你脚滑好孤立哦，哇，一个哇好臭啊个味，哎呦好冷臭啊！一定是那个蝙蝠的尿来的，哇好冷臭 ，Oh my god！啊，出道来了！哎，有 ATV 玩的了，这边一个人30块啊。你再进的话，就没有刚才那个路了，所以你要跟他们的话，直接探险进去，可能要经过水啊。这是 1.5km 里面，大概是这样子哦，里面会看到这些东西。这些就是要报名一般人一起去的啊。从那个入口走到进来哦，就是一个很大片的地方，可以给你玩那个 ATV 的，还有一个公园啊，给你散步啊，这样子咯。可惜没有带到衣服来换，不然我们进去蒸下水也好，凉凉一点。哦，是啊，本来这个 trip 是3个人来的，还有米奇的，他突然间就讲，还是不要去了，你跟达希2个人去到2人世界了。我就 yes， 这里还是一样，整个地方看完了，一个华人也没有。在 Police 要找华人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来的。因为刚才我上网 search 就是玻璃市华人区啊，他讲整个玻璃市只有一个华人新村。一个吧，好像行程。哇 ，Star Wars！ 哇，他妈恐龙啊！恐龙哇，恐龙扛狼啊！哇 ，D-Rex！ 哇 ，D-Rex！ 哇 ，D-Rex！ 哇 ，Grong！Grong！ 听唔到，多前啲，多前啲。
屌，其实影呢做咩咧？我走啦，乜捻嘢？我啲情侣嚟嘅，你嚟去都系啲情侣嚟嘅地方，你叫我嚟教捻咩？你阿妈你咁耐冇拍拖，咩你嚟试下感受一下？咁你以后如果你交到一个玻璃小女朋友咯，你咪知道带佢嚟呢度做乜柒咯？咁我识到个玻璃小女朋友，佢带我嚟噶嘛，我带佢搞捻咩？嗱，你唔会识到玻璃小女朋友噶啦，你都唔中意呢度。咪就系咯。好像两条刚刚退休的安哥这样，准备去公园走走啊，看小孩子玩啊，这样子。哇，你看这边又可以租脚车啦，又可以租摩托啦，还可以玩水，你看几爽。哇，大一下嘞，这个泳池。过程里几冷雪啊！有幾撚衰，幾大粒雪過去啦。Hello everybody, good morning. 今天是第二天了，现在呢我们要去吃早餐了。可是我们发现呢，这个时间呢现在是9:30，九点半，重复三次，9:30了。妈的，一个人都没有了喂！真的哦，没有那些店啊，全部没有开啊。哇，我真的是不懂要吃什么。真的，你看啊，街上哦，真的那个人哦，真的不多啊，车也不多了，够力了。我们早餐都不怎么舍得现在。我的礼物啊，刘亚星，我礼物到现在还没有送啊，丢了，怎样办啊？不知道吃吗？随便就吃 KFC 了，超级败。今天早上也不知道吃吗？吃满连锁店了嘛？妈，还有店玻璃吃连锁店，我屌爆他的妈！就这样。特地从 KL 带了很多我来也的礼物啊，就是要把这些礼物呢全部拍给在 Police 的朋友。我有问了 Raymond 啊，就是我来也的老板，他就讲呢，其实 Police 这边是买不到我来也的，所以我这一次第一次来嘛，又接近新年，我就打算呢把这个我来也送给我们公司的全部肉干啊产品啊，一次给我后来 Police 这边送给这边的观众了。因为可能 Police 这边哦马来人居多啊，所以哦你看那个华人农历新年的气氛呢、完全是零的。可是不用怕，这一次、有我在，我来把这个 Police 的新年气氛炒上来啊！肉干，因为这个年代哦，已经很少人用这种东西哦，所以哦，还有 produce 的哦，真的是很用心的。我这边送你我来也的肉干，很难找我、这个，很难找哦。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恭喜发财，身体健康最重要。要买肉干了、我看一下有什么送给他先啊？多少钱了、不用钱的嘛，一定是啊，如你所愿，就是一包肉干了。哇 ，Thank you。有听过我来也吗？有啦。我要叫我孩子买吗？你孩子在哪里买？哦，槟城啊，是这边最靠近，应该就槟城买得到的。不过不用紧 ，online 也可以买。爱你哦，爱我，爱我来也。哈哈哈！你就系讲真嘅，本地嘅人都可能中意我来也。有茶室啊，听到冇？有茶室啊，有茶室啊，有茶室一定有华人咯、哦。那个新年快乐，这个送你的我来也肉干，我请你吃这个啊，很好吃的我来也肉干。新年快乐，青春美丽，早生贵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老板娘，跑不掉你的一份了，老板娘，新年快乐，大家，兴啊，旺啊，花啦！呢个沉迷嗰度嚟嘅咯，嗯，屌，原来系呢个湖嚟嘅。大家，我们今天 KLO 的行程呢，带我们去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今天去坐船。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奇怪看到那个名字 Dima Dasso 这样熟的，哎，你有没有沉迷了一个太日落的地方哦？是啊，昨天我们在这边看那个日落啊，然后走走啊，就是这边来的。因为我放这个地方的时候，我 online search 嘛，我就看，哎，哇，这个有人坐船的哦，好像出海一样哦。然后我没有看那个名字，我也没有去 search 它是出海去哪里啊，还是湖啊，我没有理。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讲，我们今天哦就是去出海。我走走，好像不对哦， Dima Dasso 哦，一看也有湖来了，同一个 entrance 进来，只是我们不同的玩嘛，我们是只走转走。我昨天是去 parking， 我们现在是直直走，其实前面就是了。啊，来有的，我们现在带着满满的农历新年的那个心情跟气氛啊，去玩这个船，出去看东西。不是，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这里应该是湖来的，坐那个船给50块出去转一圈，看什么东西？哎呀先，冇紧张，睇下先。妈，咩行到去嗰度啊？去 check 咁转喺度。
itu boat kalau nak keluar pusing saja. Kita akan ronda. Ronda. Lepas tu nanti kita akan buang tiket satu spot untuk tengok gambar. Oh, okey okey. Nampak okay. Bukit Cabang. Boleh lah, boleh. Boat RM50. Boleh, seorang RM50 lah. Dia ke sebiji boat bang. Biji boat RM50. Oh, oh. Jadi, ya kau syun. Masak mana? Okey lah, orang kau jam. Dua orang aja boleh. Okay, 不嚟不嚟不嚟，有点怕怕地嘅，突然间。惊咩？唔知啊。你乜个船又唔系你揸你错啫嘛？唔会揸个泰国咁买住啫。你死啦 ！OK 嘛，这个船很大，收一下嘛，50块咧，两个人咧。OK 啦，有得借唔会晒啦。我系 snowboard， 我耍成日啦，爸爸你有个木。有冇见过咁大波嘅山啊？冇啊，好卵大波啊！呢个山，好卵大波。那给了50块，我们坐船哦，来到这边哦，他就会停在这边给你拍照啊，跟那些草啊、叶子啊，还有黄色的花、啊、拍照。哎，这有残叶不用呗？那就是这样子了啊。哇，咩慢机啊！Okay, thank you. Yes, 大家，我们这一次2天1夜在 Perlis 的旅行呢，就这样简单又快的结束了啦。其实还有很多地方我们没有去到的，后期才知道，哎，还有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可以去啊，不用紧。反正我们都已经加了10多个小时车来回了，加起来有10多个小时啊，去用了7个钟，回用了5个钟，12个小时。那我们接下来我们会再去哪里啊？我们下一站呢是打算去 Perlis 的下面的，就是吉打州。那我跟你们讲啊，希望啊这个哥大这个 trip 啊，你要嘛就叫粉丝 share 好那个行程，你不要叫我茫茫去样子去哦，去不了这么惨，没有死的。那讲到这个地方不好样子，不是我讲它不好啦，是因为这个门没有 plan 好。最好要下一集我们去哥大嘞，粉丝们你们有什么那种3天2夜啊、2天1夜那种 plan 要 share 给他。是因为我还没开始 plan 我们下一个去吉打要玩什么啊，甚至是吃什么啊，所以大家有谁是吉打人啊，或者是你懂吉打有什么玩，可以在下面 comment 给我们知道一下，至少哦我们有一个方向。是啊，不然就很浪费呢，去到这样远，有没有准备好？还有啊什么吃啊，还是给我讲啊。吃的也是可以讲，因为他很喜欢拍吃的东西。就这样了，我们吉打州那边见了大家，拜拜。